几年前我就攻上小巨蛋了。哎呦，厉害哦！你去小巨蛋，你能不能认真作答，不要回？还要问问题？没有一题答对，话还端那么多。我们现在马上第一阶段进行 Go Go Disco 积分赛。人生总有远的近的麻烦，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，女友妈妈嫌我长得寒酸。哎呀，周华健，华健哥。哎呦，这种老歌就对了。好，他就买了8000块的耳环。女儿太胖，儿子不肯吃饭。是不是唱到副歌大家就会知道？有人不知道，唱到副歌大家就会知道。女儿太胖，儿子不肯吃饭。可能前面大家比较不熟悉，会不会？可是忘了歌名，不太确定。太好了，是合唱吧？应该有李宗盛对吧？范导，里面有范导爱的，会不会是范导爱？有吗？就那一首吗？应该小药丸。还有哪一首呢？蓝色小药丸，蓝色小药丸，应该就是，应该是。不是有范导爱。有，那我确定就那一首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请给他。简单了吧？应该就是最近比较。追金逼交版。啊，对，就这首哦。比较烦，对。最近比较烦。来，音乐出来，来，副歌都会。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。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。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，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，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，你们的关心让我温暖，家是我最甘心的负担。负担，有一首老歌我们会唱，最近比较烦。哦，最近比较烦。这歌你们有听过吗？有听过，副歌应该有，还没出声了，听过。前面比较不熟了，对，都算是蛮经典。哦，还有品冠，品冠，对，三个还四个一起出的，对，三个，但是想不起来。恭喜两位哈，好，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打乱歌词哦，要看组合，把它组合起来。打乱歌词，然后猜歌名，就这样一句。对，就是那个什么忘忘你，哇，八年级金曲，我们会吗？会，一定会，一定会啊，是吗？会，我一定会。会，哎，什么忘你在存有奇乐带？哦。哇，那个提示太明显了，说我小巨蛋有唱过，那就有那一首了。哎呦，不会有别的。你去小巨蛋唱过？我是演唱会的嘉宾啊，真的。十几年前我就攻上小巨蛋了。哎呦，厉害哦！你去小巨蛋，你能不能认真作答，不要回？还要问问题？没有一题答对，话还端那么多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亮答。也是动感的歌啦，是这个吗？对啦。哎，几代？哎，不是，快乐崇拜，快乐几代？快乐几代？啊，快乐崇拜啦，快乐崇拜啦，快乐崇拜啦！没有记歌词啊。忘了你存在，有什么期待？哦，来，各位，原唱人在现场，好吧？不是潘玮柏吗？潘，那一天因为潘玮柏没有空。所以就找我去，真的吗？那他也太没空了。那就来一下，来，好。沾张韶涵，对。哎耶！有什么期待？欢乐你要期待，一定来呀！与其渴望关怀，不如有其精彩。快乐会传开，请你打开。十年的新歌，一边跳一边向快乐崇拜，开心不开心的就跟我来，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。一升上来啊，全场安静，因为太像素人了。然后大家想说，哇，是哪一个新的观众被抽上来？等一下，你看怎么会穿得这么素，那么丑？我那时候，他这样，从那个什么升降舞台升上来的时候，我还听到台下说，哎。这个人好幸运，好幸运啊！从小然后旁边认出来，别乱讲啦，那庾澄庆啦。
真的真的来了，真的真的来了，哎，穿的很素，这么素啊！2007年张韶涵小巨蛋演唱会的特别嘉宾，素到爆，素到真的。可是他为什么要找你？我不知道他哪来的 idea。那他找我，我就敢唱啊，怕什么？真的很有勇气啊！来来，欢迎。